克里斯·杭富瑞斯不想要离婚，想要判决无效。金卡达夏想离婚，但 TMZ 报道她的 NBA 球星老公克里斯·杭富瑞斯却渴望离婚判决无效。判决无效的意义跟他们从未结过婚相同。有消息指出，克里斯觉得整起婚姻像个骗局，金卡达夏只是为了自己的实境秀嫁老公。也有谣言指出，金想让克里斯在荧幕上形象不佳，他甚至在节目开播时称他为小婴儿和笨蛋。克里斯发言人说，这对男女的争执很戏剧化，比如说克里斯揶揄金吃了太多结婚蛋糕。然而克里斯的形象应该没有差太远，一名前女友说他很不成熟，甚至会放屁给他闻。这对男女的战争恐将继续延烧到法庭上，但有没有人想过他们婚变后会有其他受害者，如美国小报读者呢？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。